天堂，我收到封都话天堂有个师傅好犀利噶，乜原来系你啊？喝完茶我们开始吧。肝气不舒啊，整个背部都是硬的，你要多认识你自己的身体啊。我可以再找你吗？下一次来的时候，把你以前的事情写下来带给我。你若不结婚，我死了后是要怎交代？有多少女生因为这种价值观，然后掉进了婚姻的框框里面？你看你，阿妈，要搬就一起搬啊，为什么要自己去安养院？三岁我妈丢下我，觉得心里好像破了一个很大的洞，只有在街上才有活着的感觉。后来越来越愤怒，我想把自己也烧掉了。心里受了伤，会印记在身体里面。把你压抑的感情卸掉吧。谢谢，有一个东西吧。真是有一天，阿妈会离开你啊！你有没有发现，你也要求你自己每件事情都要100分？但其实现在想一想，我们两个其实已经都很厉害了耶。人啊，好好的生活本身就是一种战斗。这个不是给我看的，是写给你自己的。你不想知道吗？你想说你就说，我听。